好，我们已经回来了。我们在这个学院啊，所以我们下一步呢要去这个星斗大森林猎杀星斗森林的帝皇之天青牛蟒，然后呢再来和老师说话啊。天青牛蟒任务是不是叫？我看看啊，是不是叫要领一下啊？天青牛蟒。没有说哟，这里头。泰坦巨猿我已经完成了呀，哦，是不是也要合成个什么东西啊？走，咱们去这个星斗大森林先看看再说。咱们去找天青牛蟒去啊！天青牛蟒，咱们之前来星斗大森林里，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怪呢？终极大 BOSS 是不是藏在某一个神秘的地方呀？这儿有恐龙，是什么鬼？万年魂兽，暗魔邪神虎。哦，这边是。这个万年的这个泰坦巨猿啊，咱不招他，他也不会打咱的。天青牛蟒，我操！这是什么？大鸵鸟是吗？2000年的怪，这叫什么？凤尾机关蛇，哪是蛇呀？这是啥？这儿为什么有个人啊？2000年粉红娘娘，呀，他是不是在这个上面？这是什么？暗魔邪神虎也是万年邪神虎，要上去吗？我看看，上去看看。哟，哎，我终于找到了啊！十万年天青牛蟒，十万年魂兽啊，这是顶级的这个神兽了啊！我们呢，拿出我们的五阶武器，也就是我们的五阶白虎来搞定它。哇塞，它会让我们有一个延迟效果啊！哇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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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喽！我的天，这还不能盲打呀！我虽然有五阶武器，但他还是非常的厉害。哎，搞定了啊！我就说嘛，他冲撞一次对我们伤害竟然如此之大啊！掉落一个东西，我们现在捡不到了。OK，十万年魂环，我们还有什么不需要的东西？十万年魂骨，万年魂骨，生物弹，这是啥？这破箱子怎么老是给我们捡啊？不想要这个。好，走，我们回去交任务去喽。找他可给咱们找了一大圈的啊。好，重新回到学校，我们去找我们的老师啊，交这个任务。玉兆环老师，我回来了，来吧。呀，击败泰坦巨猿这个任务我其实已经完成了，为什么不让我们进行呢？那咱们先从背包里合成一下吧，看看它这个东西能合成什么。这是什么？
哇塞，我们得到了六阶武器啊！凤凰羽六阶，白虎棍六阶，这是什么？龙须针，还可以做很多的暗器啊。下面呢？那咱们先合成一个这个吧，我觉得这个很好看啊，叫做凤凰羽六阶。我的天，咱有六阶武器了，你敢想吗？来，换上六阶武器。然后我们再和他说话啊，这个书里面讲的是我们应该去做这个救妹妹的任务。孩子不好，你的妹妹被土匪抓去，土匪头子在麦田里等你，他是一个魂帝。魂帝是你的实力加你队友的实力，也未必能打得过他，你需要去猎杀第六魂环吧。你要是不想要妹妹的话，你可以我马上去看，拜拜老师。在圣魂村出口处的麦田里和绑匪对话。圣魂村出口处。